除非他下一手直接摸五饼啊，不然只要脑子了，脑子了，四六饼，西风是先走，先走，混淆一下视听，嗯，你会直接先猜哦，哦，对了，我是直接猜啦，因为主要是西风还不见嘛，是没错啦。所以看起来他没有想要玩哦，有啦，有啦，他那边条子接起来了，应该是接起来了，对，四条，对啊，一碰听五八条啊，哇塞，东风要来了，来了，碰啊，碰起来喽，对啊，五八条啊，五八条听牌混一色，嗯，庄家混一色五八条。啊，棒球啊，没有，还没，他还有南风可以挡一下啦。哦，没有，因为南风我觉得他会先做看门的，他只要饼子，哦，他只要饼子再进来，饼子或万子再靠到，五条就出去了。七饼送你啊，要。发财，没事，继续跟着挡，五八。条还有哎，欸，其实还有啊，八条啊，八条蛮多的啊。嗯，啊，然后建明忘了把牌打开，建明睡了什么？对，不知道。而且，哎，欸，他是没有啊，他那边盖着是，他是暗杠吗？暗杠啊，不像啊，因为他如果是暗杠的话，他就凑庄了，他没杠啦。哦，没杠，啊。对啊，因为他杠的话，他就那个了，欸。哦，这时候才杠了啊，他刚刚还没杠，哦。嘿，这时候才杠的。了解了。因为如果他刚刚是杠的情况下，他就那个什么相攻了啊。哦。对啊。哦，对。嗯，所以他刚刚盖起来是没杠的情况。五八条来了没？没事，五八条还有很多吧？很多八条，看起来八条还有三张哦。二条，太明条子不太敢打了，都不敢打了啊。五八条，不是，别的吗？六条，建明这边是单调五万。嗯，五万还自己打过嘞，那圣爵章，五饼没事，哇，五万没了，爵章竟然掉到泰明手上，五八条来了，恭喜陈浩，庄家混一色自摸，太精彩了，恭喜，三张也太多了啦，太多了啦。庄家混一色自摸东风，七台回到28800，哇塞！没有，因为主要这一把牌泰明不敢玩了啦。对，他刚我记得建明有打四饼啊，然后泰明那边是有三五饼，嗯，根本完全不想动啊。对，